手游酷玩。上课，老师好。今天我们讲上次的考试卷。好想睡觉啊。只要我在睡觉之前把试卷上的答案背下来，这样即使老师叫我回答问题也不用怕了。你看呀，一只狼。一段时间后，小坚果，你给我起来，回答下面的问题。11+2+6+8=27。数学课已经上完了，现在是语文课。什么？谁过的？数学课。喜欢记得订阅哦。